说以前的那种老机器。如果有全自动的机器，它这个肯定就不要了。对，全自动。你先发明出来，你发明出来，你光说。你不去想，肯定不行，这东西。你看过那个马云那个菜鸟物流没有？对，他那个东西，妈的，一下单，自动的，全部自动的，不用你去找东西的，还有自动那个，还有那个什么计算机。